千年带刺的玫瑰。吃饭嘞！小雪，快点，快点！小雪，快点，快点，吃饭了！哎，来了！快快快！你跳个舞吧。小雪洗手了吗？洗了。嗯，真乖，快坐好，好好吃饭。哎呀！哎呀！哎，老婆，嗯，有个事想请示一下，好吗？不同意。有你这样的人吗？我还没说什么事呢，你就不同意？哼，就冲你对我说话那么客气，用请示这词儿就不会是什么好事儿。不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其实是我美国的一个朋友，哎，想往咱们家寄个礼物来。嗯，寄个礼物？什么礼物啊？哼，嗯，人，一个12岁的男孩叫尼克。就是我美国那个当律师那朋友克林的儿子，说是要到国内来观光旅游，问是否能在咱们家借住一个礼拜。啊？他说啊，要是咱们同意的话，他就准备把尼克给快递过来。嗯，快递活人？对啊，美国有这项业务啊，对未成年的孩子，快递公司啊实行门对门的服务。啊，也就是从家门口上飞机，然后再从飞机上下来来咱家。哎，真聪明！12岁的男孩比我小，比小雨大。不行不行，爸这事儿可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嗯，我妈就老说，因为我他少活10年，小雨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又少活10年。这回再从美国来一投递包，他得少活多少年呀？嘿嘿，你咒死我算了，反正我现在就不活了。试试，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投递包啊？啊，万一人家要特别乖呢，特别好呢？特别懂事呢，将来万一人家能当美国总统呢？哎，不过你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嗯，我就跟他说算了。刚巧咱们全家都不在。嘿，你这瞎话来太快了，当着孩子。我说不同意人家来了吗？我呀，正好还没跟美国小孩生活过呢。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轰，让他来吧。啊，这就添乱筷子嘛。生菜叶子拌点色拉油，你别都别动，这哪行？我一天到晚给人吃这，人孩子非瘦了不可。人家一回国，人父母说这中国人怎么那么抠啊？这别闹，这你帮我问问美国男孩一般都爱吃什么？去，我哪能一天到晚给人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呀？回来了，你帮我问问啊。行，我还忙着呢。哎，再见。妈妈，购物袋上东西全都买齐了，您验收吧。嗯，妹，就一孩子在咱们家住一礼拜，你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你看，没把我累死。嘿，夏东海，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啊！你把人家大老远请来了，人家是咱们的客人，是不是？咱起码应该体现出咱们家热情、好客、实诚的这种精神风貌吧。唱句高调，这也是咱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哎，妈，咱们家的精神风貌和咱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就在我身上反映出来了嘛。嘿，在你身上反映出什么了？嘿，我多好客，我买那么多东西。去，告诉你，人家来了之后，你肩上的担子很重，知道吗？哎呀，不就教教那小老外怎么使筷子吗？谁说是你教人家呀？你必须把人家身上的优点跟长处通通给我学过来。我学他什么呀？你管不管他呀？啊，管，刘星，去，别在那耍贫嘴。
你去赶紧把小雪跟小雨给我叫出来开会。哦哦，好，小雪、小雨出来出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妈妈要开会了，快坐好，快点。今天咱们家圆桌会议的议题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你们应该跟人学什么？不亦乐乎 ，game。小雨，快！涨了，涨了！是不是？开门，开门！哎，夏天是吧？哎，是我尼克吧？哎，对对对，来来来，快！哎呀，这么大的包，应该累死了。你好，我是美国帮帮快递的职员。哦，这是我们第827号清单，您看一下，这个美国籍12岁男子一名，这个头发黑，肤色黑，眼睛棕黑。黑。哎，那我现在就正式的把它交给您了，您签个字。哎，好嘞，好嘞，好嘞。哎，用不用放两国国歌啊？用不用放二踢脚啊？别闹，这还是。那好，那我先告辞了。哎，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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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哎，不送，不送，好，再见，再见。嘿，你是这他叫什么来着？哦，他叫尼克。尼克，来 ，come in。阿姨啊，你就跟我说中文就行了。嘿，这孩子中文怎么这么好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这孩子中文说的比他仨没准都好。尼克，说个唐诗给阿姨听听。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刚来就思故乡了，哎，挺爱国的你。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刘星，给他弄个可乐喝。哎哎，小雪，给洗个苹果去。啊，这几年不见，这孩子长得真快。是吧？你爸爸好吗？来来来来来，喝个可乐哈。你是刘星？啊，是的，是的。哎耶，来来吃水果。你是下雪？啊，对的。啊耶，你是下雨？啊，对。哎耶。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对呀，是啊，你怎么对他们都那么熟啊？我爸爸都告诉我了。啊，真的？哎呀，听着外国小孩说中文，啊，真挺有意思。哎，对了，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来着？尼克，你，嗨，这名听起来有点别扭。既然你来到了中国，又来到我们家，就算我们家半个孩子了。哎，那我就给你起一个中文名吧。嗯，那起什么好呢？小风。风。对呀，为什么呀？你看啊，我们家有小雨了，有小雪了，有流星了，这雪雨星就差一个风了，雪雨腥风嘛。去去去去，雪雨腥风什么意思？好听的，去，别胡说。哎，你还别说，叫小风还挺好听的。行，就叫小风吧。啊，就别问是什么意思了。阿姨。啊啊，这是我爸爸让我交给你的300块美金生活费。生活费？这可不行，阿姨哪能要你生活费呀？你到阿姨家呀，就是阿姨的客人，阿姨不能收钱啊。拿着。不行不行不行，如果我不交给你这些钱，我爸爸会批评我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啊，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就得由我爸爸来抚养我啊。如果是别人得来抚养我，我爸爸得交钱的。嘿嘿，我们家呀，我们国家也有传统，这个客人来家里不能收钱，所以阿姨不能要你钱啊。你拿着，不行不行，哎呦，儿子，拿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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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我们收下了，坐吧。不是，这哪能收啊？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是实在不行，他走的时候我给他爸直接寄回去不得了吗？那，哎，爸，您甭为难了，不就300美金吗？我们仨一人100，等春节时候您就别给我们压费钱了呗。给什么给？哎呦，不成，太麻烦了，这，哎呀，这比宰头牛还麻烦，太硬。怎么办？你烤这牛排怎么那么硬啊？怎么切都切不开。嘿，怎么切不开？我给你切。嗯，这不开了吗？来来来，这是最好吃的东西。妈，我也想吃那炸酱面。你也想吃？嘿。想吧，哼，也得有啊！我一共买了1斤，这小风已经吃3碗了。吃完这碗，我还要再来一碗。啊！小风，这中国的好吃的呀，多了去了。你以后啊，就慢慢品尝吧，别一顿给自己撑来了。真是的，悠着点啊！悠着点，来碗面汤一会儿。悠着点，来碗面汤一会儿。
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啊，就是啊，你把面条都给吃光了，就剩面汤了。哎哎哎哎！妈妈妈妈妈！干嘛干嘛？那个小峰要出去啊？出去？嗨，出去就出去吧。他刚吃三大碗炸酱面，好家伙，非积食不可，让他消消食儿，是该溜达溜达，要不然非发胖不可。哎呀，没有，看他那样是要出远门。远门啊？他什么样啊？你快去看看去吧。啊，你快去。哟，小峰，你这是要干嘛去呀？我要出去散散步，可以吗？散步，散步，干嘛背这么一大包啊？他这哪儿散步去呀？简直啊，就是负重行军。这对消化炸酱面比较有好处嘛。哟，小峰，你这是干嘛去？背这个大包？嗨。他说他要散步去，可是背这么一大包袱。是啊，啊，散步啊，叔叔陪你一块去吧。不用，不用。啊！哎哎，别这就走了呀，小芳，你刘星，赶紧跟着他一块去啊！告诉你啊，别让他出小区啊啊，绕两圈就回来了啊，帮他背着包。哎呀，你发现了吗？小芳这孩子还真有个性。去去，这叫什么个性啊？这在大晚上的背个包就下去散什么步？这孩子真不让人放心。你说咱们小区就这么一外国孩子来回溜达，别回头真出什么事儿。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这刘星不是也跟着他一块儿呢吗？再说了，半大小伙子了，又会说中国话，能出什么事儿？就是的，我觉得啊，小峰他真的挺酷的。哎，他敢一个人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来中国玩，我还想酷呢，我还想一人坐飞机去非洲玩呢。可惜爸妈不给我买机票。哎，你过来。哎，夏东海，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孩子真的就到咱们家玩来了，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这么大的孩子，除了玩，他能有什么事儿？哎，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哎，他出事了啊！去，怎么被车撞了？哎，你们看看就知道了啊！在哪儿？快快快快快，等着！刘星，刘星，在哪儿？知道了吗？这是他让我帮他搭的帐篷，他说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嘿，住这儿？夏东海，他哪能住这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没关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美国人都喜欢这样，这叫接近大自然。哎，我们在美国上大学那会儿也没事弄个帐篷支外边去，多舒服。那不是你们在美国的时候吗？中国能这样吗？你真行，赶紧劝劝他吧。你也是啊，你真行，你怎么这时候才叫我们呀？你还帮他搭？是，这不是有报酬吗？啊，报酬啊？什么报酬啊？一盒巧克力压缩饼干。嘿，你可真行，你就为一盒巧克力压缩饼干，你就帮他搭这个。人家要给你一大奶油蛋糕，你是不是能帮他搭到陶然亭公园去啊？你这点出息劲儿，我都。妮可，妮可，妮可，出来，出来，出来。哦，妮可，妮可，出来，出来。嗯，叔叔阿姨，什么事儿？对，还拿着枪呢，滋水枪吧，这是啊。叔叔，问问你，哎，你是不是在叔叔家住的不习惯啊？不是啊，你是不是嫌叔叔阿姨对你不够好啊？也不是啊，那你干嘛要住这儿啊？我喜欢啊，这是我的习惯啊。哎，小峰啊，哎，你这习惯呢，在我们中国不太合适，因为这地方啊，蚊子特别多，回头咬你一身大包。大包？哎，妈妈妈妈，他有一瓶驱蚊剂，没准啊，刚才就喷过了。我们这儿啊，不光蚊子多啊，还有那个毛毛虫、羊喇子、蝎了虎子。蝎了虎子啊？那是什么？难不成以前这是野生动物园？嗨，什么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能在住宅里头吗？怎么跟你解释呢？反正啊，你住这儿是实在太不合适了。你看这来来往往的人啊。人家到时候以为阿姨对你不好呢，不让你进阿姨家门，给你轰到大街上来住呢。啊，为什么？我喜欢这样，我可以跟他们解释啊。解释？嘿，你能解释得通吗？你，夏东海，你能不能跟他先解释解释啊？行，别急别急，我肯定有办法啊，别着急。嘿，你干嘛去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哎，小李，今天你们值班啊？哎，正好有个事儿啊，你们必须得帮我一下。你说这孩子会不会尿床啊？不好意思，在咱家睡。这怎么可能？这都多大了还尿床？瞧你说的。爸，您必须得弄清楚这小凤来中国之前的情况。他爸就没跟您说小凤的一些情况啊？说了，他爸在电话上跟我说的很详细，说小凤是一个热情、单纯、爱好非常专一的孩子，而且说呀，他特别容易让人了解。哎。他是不是在中国寻宝呢？说不定啊，他祖先的宝贝就埋在花园地底下呢，完全有这可能。爸妈，你们说这小凤的祖先会不会是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之后，把抢来的皇宫财宝埋在咱们花园底下了？管不管夏东海，这俩孩子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什么八国联军，胡说八道！你这还……将来你要当编剧的时候，可以这么胡思乱想，现在别瞎想啊！是是。不过这孩子这行为确实有点古怪，还真有点让人担心哈。是啊。要不我给他爸再打个电话问问。哎呦，这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哎呦喂！哎呦。刘星，你别往东西摔坏了啊！什么好玩的东西？还一大包里什么好玩？妈，你看看，他这包里可全都是玩的，一本书都没有。您平时还说我淘气呢，我要是背这么多玩的，一人去美国，您还不得跟我急呀？瞧瞧别人，瞧瞧我，瞧瞧隔壁大老虎。去，谁是隔壁大老虎呀？这孩子，哎，阿姨。啊。请你明天早上10点叫我起床。10点？嗯，10点我都工作半天了。啊，行，10点叫你啊。明儿我看着点他吧，我也甭上班了。阿姨，还有什么吩咐？晚安。哎，晚安。可晚安了，累死我了这一天。哎，夏东海，你给他爸打电话了吗？打了，没打通。咱再看看，要没什么事就算了。你可真行，那我这一夜又睡不好觉了。那就找片安眠药吃。得了吧，我要吃了安眠药，我这一闭眼，这夜里什么都听不见了。你想听什么呀？听什么？他万一要睡咱家床不习惯呢？万一从床上掉下来呢？嗨，掉下来爬起来再睡呗，那有什么？他又不是玻璃做，还能摔坏了？不行。还得去一趟。哎呦，你能不能踏踏实实睡会儿觉？你看你这操心劲儿，就操心。这孩子哪儿去了？怎么了，妹妹？嘿，这谁呀？这是？我是蜘蛛侠。太酷了，简直就跟真的一样，全中国都找不着这么一个。对呀，我要穿上这个，我们全班同学都在崇拜。哎，那个，哎，小峰，求求你借给我啊！哎呀呀呀，死我了！你要是穿这身上学校去，老师非得给你处分。还用你管？哎，小峰，麻烦你，赶紧把这衣服给扒了啊！阿姨看着瘆得慌，行吗？妈，干嘛？你不懂啊，这蜘蛛侠是从来不能让普通人看到他的真面目。阿姨，您对我的造型感兴趣吗？感兴趣。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我能感兴趣？阿姨，您知道吗？蜘蛛侠是我们美国人人人都知道的大英雄。所以我以后长大一定要当一个蜘蛛侠。哎，小凤，干嘛去？你怎么开门啊？我去救人啊。你可千万不能出去啊！我告诉你，你要这么样出去，只能发生两种后果啊！一种，你把小区的人给吓坏了；另外一种，你被公安局给抓起来。伤我的心了啊！你以为我这样做就会给你丢人是吗？
妈，您连一个蜘蛛侠都接受不了，您还与国际接轨？快说呀！别急，让孩子听。怎么说的，他爸？他爸说啊，这孩子是一蜘蛛侠迷，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迷啊。用咱的老话说，他已经走火入魔了。叫什么毛病啊？咱没听说过呀，这就是欠揍。我看，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要在美国，父母打孩子，早被警察给逮走了。那什么意思？合着在美国就任由孩子在那儿胡来，就不管？哎，那倒也不是，人家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他爸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了，可是没管用啊。那没管用，就让这孩子坐这么长时间飞机就上中国来了，这不把包袱卸给咱俩了吗？不是。这他爸说了，这正是那心理医生给的建议，说给孩子换个环境呢，也许对他有好处，所以才让他跑到中国来了。真行，那有这么个情况，你总得跟我们打声招呼吧，得让我们有点心理准备吧，要不然这叫什么呀？穿一蜘蛛侠服在墙上那儿来回爬，这多吓人呐！行了，这叫什么呀？说这些都没用了，孩子已经在这儿了，他爸是拿他一点辙没了，所以特希望我们能帮帮他。咱怎么帮啊？咱知道这叫什么毛病啊？咱知道蜘蛛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呀，我觉得呀，咱第一步先了解了解蜘蛛侠是怎么回事吧，跟他建立点共同语言，要不然怎么理解他，怎么帮他呀？那倒也是。哦，对了，我还得必须提醒你一重要信息啊。什么？他爸可告诉我了啊，这孩子经常有危险行动的倾向。啊？在美国的时候啊，他有从18层窗户往外爬的光荣历史。啊！哎，幸亏咱家住一楼，要不然非把我吓死不可。完了，出事了！怎么了？小峰拿着绳子上阳台了啊！他说要从这儿攀岩到楼顶上去。你在做什么？就会超过你。